如果你要经过我的部落，你一定要自费。如果持有我的部落，你要经过我们同意前，否则我们就会雹坑到底。炸山以及震动房子的龟裂带来的粉尘，还有噪音的污染，这是我们还有部落族人亲身体验的。43年的破坏山林与土地，现在更破坏了部落与部落的互助，族人与族人的。 情感。目前富裕面积达74%，产效良好。矿山自身富裕成果是国际间高度肯定的优良典范。世界各国专业团体都远道而来汲取经验，并获得澳洲政府及日本矿业协会赞赏。更多只在 APEC 年会中分享亚裔矿产永续记忆典范。本公司对于矿区安全非常重视。 这是一个黑心的一个财团，跟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结构在一起。我们现在的部落，我们非常的哀伤，在哀号，在求救。但是，我们的政府跟财团、跟部落民意代表就结构在一起。 他就开始说，这一群人很多是外地来的，哦，很多跟部落没有关系，也不是亚尼矿场下的这些人，对。那我当下其实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对，因为这群人在亚尼的矿场下面生活了这么久，哦，在这边奋斗抗争了这么久，哦，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上台北来抗争，来跟徐董见面，哦，各式各样的场合，我相信徐董不会不知道。 对，可是他却故意这样子用一种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一个说法，去讲说这群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亚尼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这个矿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当下其实就是站起来跟徐董说：“徐董，这群人跟你非常有关系。”你要发言，也表示我们有个程序，It's OK。所以采纳这个态度的话呢，就见怪不怪。 要怎么办？我们只要自己内心稳定，向前走。那有些人掐着我的脖子，有些人就是一直把我往外推。对，不然我讲话。对，当然这个议事规则上，我是那么时候不该发言，没错。但是没有办法哦，他是那种轻蔑的方式，跟忽视大家感受，跟这长达30几年的这种压迫哦，其实没有办法不讲话。今天我非常的痛心，看到有少数的村民在外面。 甚至有一个不受我们的村民跑到会场来闹，这真的让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我要跟各位股东讲，尽管如此，在部落里面绝大多数的村民跟族人是认同的，请大家要有信心，要对我们有信心。我们今天到来是要让这些小股东们知道，他们所投资的这个每一分钱，投资到哪里。 而是投注在雪林里，土鲁库族人阿友部落，就是在这个新城矿产的这个所在地。阿友他的意思就是提供生命所需的溪水，亚洲水泥
摧毁了原住民主部落的生命、山林土地的源头，以及来工作及生活的无辜的受害者。希望说政府、企业界跟所有的股东们，还有人民，不要成为亚尼的共犯，而是要追随着这个齐柏林导演跟当地勇敢的泰鲁格族人，所有投入在这个捍卫山林土地的人们，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个亚尼脱离这个罪恶的深渊，好不好？好。我们在这个厂工作的同仁啊，98到99是在地人，这也就是说，这个厂跟当地在地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已经发展到70年，未来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厂是也是当地人的厂。亚尼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但创造的这些就业机会照顾的人从来都没有当地的族人哦，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上来做抗争呢？住在矿区附近的泰鲁格族人目前已经针对矿权展现这个行政处分提出撤销诉讼，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所以整个矿权展现事实上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亚尼的股东、亚尼的投资人，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注意投资风险。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亚尼的股东，如果你决定要继续当亚尼的股东，你应该要督促这间公司负起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好像没有践行到这个让族人知道或是了解我们所谓挖矿这个状况的部分，可以请这位黄总做个简单的回应吗？这个是外面的这个老人，然后对吧，今天刚刚那一位他不是我们区域，他是为反抗而反抗，那会更安全的话，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担心会有那么多的抗争？你感觉到这个单位是他不了解，他只是去看我们公开的，永远都只有看到这样子轻蔑的态度，不愿意去正视所有他所造成的困境跟问题，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连一个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的时候，要如何开启所谓的对谈，如何开启所谓的对话？今天部落一大早上来了，3点半起床，老老少少带着药物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多么迫切希望能够看到，能够让把我们的诉求、把我们的主张能够宣达出去，能够让股东能够知道亚尼对部落做的那个迫害。我想第一诉求就是矿业改革，还给矿区下居民的基本人权。第二个就是立即停止采矿，建立停损点。第三个就是立即实施矿业的转型。